上的。Hello everybody， 今天来一个超近的打招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嘉哥孟嘉，欢迎来到我家。今天嘉哥整了个小贝雷帽，戴了一个小墨镜，有点反光，没事没关系，好看就行了。今天又来录制我的开箱视频了，有大半个月我没有在家，回来之后我发现没有之前的多，还行，所以今天的开箱视频应该不会太长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开始了。我买了这个叫那个凳儿垫，凳儿好北京啊，那个凳子的那个垫儿。我发现很多人来我家做客玩闹的时候，他们总是会非常用力的往后滋，所以就买了这个，就感觉很眼熟啊，这个标志。好，再来这个快递，它经历了什么？哦呦，一打开就写着谢谢你 ，Thank you。售后服务卡，好的呢。我是市里上买的一条，这是我买的裤子。这个其实它的那个材质很特别，集美们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裤子。就是我那天在橙色软件上面逛街的时候看到一家裤子店，它不是皮质的，但是它就是整个就是很亮滑。我发现很多容易弄脏，它没有皮裤那么厚，而且我发现很多小红书上的朋友们都有穿这种材质的裤子，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，我们比一下。然后配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鞋子，非常好看，但它不是皮的。这个好神奇，就哦，这一家店的衣服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，它还有很多都是那种特别80年代的一些衣服在里面。这个是之前我在参加姐姐的时候，历届的化妆师园子，他给我介绍的这个盘，然后我到现在我才买下它。你居然还记得这回事？当然记得呀，只是我一直都没有下手，你知道吧？那时候是冬天，现在都一年前，同志们，一年前，看嘉哥的执行能力。我好买的是89块还是60几块，然后它里面有非常多盘，各种彩色的。紫盘、蓝盘，为什么蓝盘里面有黄色？橘盘、绿盘，性价比非常高。让我来试试这个绿色，非常的翠绿，同志们，加深的绿，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，很明显，对不对？非常。送了一个小刷子，以免弄到我的脸上或者是裤子上。我爸刚刚已经吐槽我这个裤子要洗了，弄上了，我根本就没有碰到它呀。没关系，你这裤子也已经够脏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油渍，因为吃到那里。对，就是这个来了，这个来了。同学们，给你介绍一下，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哦、好像有人来写信。可能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嘉哥已经开完粉丝见面会了。然后这个呢，是为了我们的 dancer 准备的，是这样，奇怪吗？奇怪，要改一下吗？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还好吧，你手放了。这边用那个线给它缝起来。为什么口罩会是正方形呢？这个是我买的给宠物除虫的，就是体外跟体内都可以除虫的，一个月差不多都得给它除一次嘛。防御虱子，各种跳蚤啊，还有防御就是被虫蚊虫咬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多的衣服，同志们，哇，跟他们品牌还蛮有缘的。出道前去参加的第一次活动就是 Tory Burch 在韩国开业，给我寄来了一套西装，好好看啊，一套格子西装，然后就是一个哇，一张小卡片，亲爱的孟嘉，感谢您对 Tory Burch 的厚爱与支持，祝您平安，心想事成，谢谢。这个很好看的哎，它这个地方是可以腰可以系起来的。谢谢品牌的爸爸，谢谢你。这什么啊？这不会是吃的吧？我没有买吃的呀。冰淇淋啊？哦，不是冰淇淋，是那个药，对它膝盖好的那个鱼油果冻。吓死我了！别放了冰袋。吓死我了！我说呢，哎呀，我以为我买了什么冰淇淋，我自己给忘了，不可能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买这个东西。哦哟，好大一个，好大一个名字，过爆了，过爆了。Let's see，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感觉外装特别像一个高大上的巧克力。哦哟，好高大上的感觉哦。Oh baby， 高级的味道。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就是这样子的裙子配这样的味道，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味道。不是挺红的，是那种高级感，就这个味道是给人感觉是我是一个很沉淀很有内涵的女人。喜欢
机器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网上看到有很多那种地毯，就像吸车里的灰尘一样，它一吸你的地毯还是干的，但是它是把那些脏的水全部吸上，然后那个吸力非常的大，它要跟水对着，然后加到里面，然后它这边就是把那个脏的水吸出来。教浴室，教浴室有一次送过我一个礼盒，我着实把我吓一跳。因为那天快递小哥过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哎，有水果送到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点水果。”他说：“就是你的快递，好，我签收了。”然后一盒子，那个盒子一打开就是教浴室的 logo 在上面，然后一打开全部满满的，全都是特别丰满的樱桃，里面躺着他的产品。啊，这就是我之前收到过的套装吧？你也不是，哎，紧致精华水、晚安霜、弹力日霜。好啦，嘉哥今天的快递拆箱视频要告一个段落了，同志们。虽然我知道很难忘，每一次我们的结束都非常的难忘，那就期待下一次我们能开出更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出来。鼓掌！稀稀拉拉的掌声，你怎么不鼓掌啊？我等着按暂停呢。那你可以鼓完掌再暂停。欢迎大家下次再来我家，拜拜。